你们给我上课！谁呀？嗯？怎么了？我叫人呢、啊？欧阳妈妈，你们怎么来啦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妈生病了，我要去照顾她两天。她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可不可以让她在你们家住两天？嗯，这样子不好吗？没事，她吃不了多少的。叔叔阿姨，我饿了。刚进门就饿了。小糖糖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鸡腿。三更半夜哪里给你去弄鸡腿呀、啊？汉堡也可以。我也不会做汉堡啊。那我吃什么？要不你先吃个糖顶一下。还不够，还有没有饭？这么能吃啊？可以。